道家驻颜练气术，练好了，你的脸部就可以保持青春不老。接下来是第三式，脚打开，马步款，身体微微下沉，两手托起，吸气，手举到鼻子的高度，吸气时肚子缩小，胸腔打开，呼气放松，胸腔缩小，肚子鼓起来，身体微微下沉，再来一遍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每次练习10分钟。